主来兄弟姊妹平安，咱伫石溪甲网顶三合来参加主日的崇拜，三合来敬拜主。我相信今仔神要透过主的信息来向你来讲话，而且要大大的祝福你，因为救主耶稣基督是你我最知心的朋友，伊知影你一切需要，伊也知影你心灵深处最深的渴望。咱的神是咱生命的大牧者，在一生当中，伊要亲自来引导咱的道路。愿主祝福您。今早起我念的经文是伫诗篇13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看，兄弟和睦徛起，是何等的善，何等的水，这好比啊贵重的丁油、丁滴滴。阿倫的頭殼頂流到嘴唇，又流到他的衣服，又好比希門的降落降在石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我們再來讀這篇，在詩篇133篇第一到第三節說，看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水，這好比遐贵重的油，钉滴伫阿伦的头壳顶，流到嘴唇，阁流到伊的衫，阁好比希门的降落降伫锡安山，因为伫遐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请听报告。延期基督教会主日崇拜会有两堂，第一堂是中文堂的崇拜会，早起8:30开始；第二堂是英文堂崇拜，时间是上午10:30。实体敬拜的地点是伫延期文会学堂的大礼堂举行。中英文的讲道伫视频将伫下午2点上传到 YouTube。啊，你讲主日的星期日的是下午2点，请爸母鼓励你的囡仔来参加，三甲来吟诗敬拜主，也听圣经的故事，按照神的话教导囡仔，让因一生往行其神的道路。圣经讲，教养儿童，让因行当行的路，到老伊也袂偏离，培养囡仔的灵性的根基。英文的基督会是伫每星期三下晡下午7:30到8:30。中文的基督会是星期四下午7:15到7:35。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拜四暗的7:30闽南话的查经，拜五暗7:30普通话查经聚会。咱今仔早起要恭贺选到的文会学堂新年度诶学期的校工，第一位是史典林兄，第二是温玉石兄，第三位是黄世如姊妹，第四位是黄美丁姊妹。咱伫基督纪念因的书房。如果你愿意为神的国，愿意为神的家教会来奉献的话，你往投入教会办公室的奉献箱。还是直接存入教会的银行的账户。神的话跟我们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话是真的，因为国人要随着心内所定着的，所感动的，不能做人，不能勉强，因为关键乐意的人乃是神所喜悦的。因此神也会将国有的恩惠多多加给你，让你在凡事上常常就充足，准备行各项的善事，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愿神大大的祝福你和你的一家。咱今早起的选调是伫诗篇12篇15到16节。啊，我伫大会中阿罗你的话是对你而来的，我要伫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写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切求耶和华的人必
俄罗伊，愿恁的心永远活着。请咱三合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亲爱的主，阮来到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和赞美。感谢主听堂的恩典，予阮伫主的面前来同心合意来敬拜你，来仰望你。求主甲阮同在，新的一日耶和华的祝福满满。阮要遵行主天父的旨意，阮要靠主常常喜乐，无停的祈祷，凡事谢恩。主帮助阮，赐予阮基督的权柄，借着基督来亲近主，将阮所需要都交予你。向主倾心吐意，倚靠遵行主的教示。求主帮助阮，因为阮本身是一本活的圣经，阮所行所做的，伫世人面前要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伫传福音的时阵，阮本身的见证，阮的福音才袂受到软弱。也求主帮助阮，互阮的灵性生命也会生长。主耶稣是和平的君，阮切切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来祈祷，互因伫谈判当中会得到和平的解决。因为战争带来人民的灾难甲苦难，也影响了世界经济倒退甲世界的膨胀。主啊，阮也切切要将军的选总统的事项来带到，使阮机会看选到对的总统来带领阮的国家来得到祝福。主，阮也为着阮的教会牧师团队来祈祷，阮用一生为神奉献给主用，主帮助属灵力量在侍奉当中有坚定的信心，无因环境还是看到人来实质要推出侍奉的岗位。主也让因有气力，让因在讲道的信息主用圣手来托付给因，好好传扬你的信息，分享你的信息。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咱即时来要来吟诗赞美俄罗斯。大家好，早起，今仔日真欢喜有机会通交恁做一下来三甲敬拜咱的主，请咱大家起立，鼓励咱大家来三甲学唱几段诗歌，一撮用咱的声喉来俄罗赞美，荣耀咱真伟大的上帝。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对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重生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烦恼。
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甘甜。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以苦痛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刻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刻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刻慕，深处，你医治我心深处。嘉慈，今仔日嘅读经是记载喺诗篇133篇第1到第3节。
看遐支荷木徛枝是何等的鲜，何等的水，这何比我几工的油，钉滴伫阿伦的头壳顶，流到嘴角，搁流到伊的衫，搁何比黑门的甘露降伫锡安山，因为遐内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今仔早起，咱新设的题目是明仔日会搁较好。咱将所有的时间交托给咱的讲员刘旺华传教。OK， 兄弟姊妹好早起。哎，刚才来一遍啊，我真早起哦。来来来来，兄弟姊妹好早起。来 ，OK， 多谢多谢。OK， 啊，真欢喜，咱刚才有一摆来到咱的教会，咱的学堂，咱三个伫这个所在敬拜咱的主。OK， 下做一步，咱开始以前，咱先陪伴咱的心，阿头祈祷。请主感谢你，今仔早起有遮好的机会，甲兄弟姊妹三个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甲我讲，每早起拢是新的，你的主爱何其美好！主，我感谢你，我拄仔已经掀开你圣经的话语。求主你来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明白并追随真理。就好我说下去的点睛，感恩撒卡地勒，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我相信哈，你应该有听到这首诗歌。一首诗歌差不多是安尼哈，我小夸哼者哈，伊讲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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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叮，哎，要唱无？啊，这个是一个歌，叫做《明天会更好》。伊内边有一个伊有写到哈，这个甲就要甲老尾个所在伊有写到，他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点的爱。这个世界就会有美好的人间，这个人间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我一直在想啊，如果你会唱这首歌，我知道你应该不年轻了哈，跟我差不多了。OK， 我一直在这几十年，这几十年一直在想人间明天会更好吗？我不知道你有想到这个问题吗？明天真是会较水吧？会还是不会？哦 ，OK， 伫我今年啊，伫我这个几十年这个家庭里内面来看哦，你看现主持的世界，你看这个世界在观怎样啊？这个乌克兰长老刚才提到讲，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也未了啊，对不？哦，这个大亨的灾难有无？啊、哦！你看啊，在咱的边头，真多的灾难的发生。啊，你一个看哦，咱一个疫情啊，像阿公下年会隆重何色呢？所以在我的几十年的观察里面哦，我对讲明天会更好呢，我就在那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明天真的会更好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点的爱，明天真是会更好吗？不一定。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你会看到呢，如果你今天比较 sensitive， 如果你今天比较敏感，你会发现，你会发现我在咱的周围的环境啊，我讲啊，一日不如一日。你看在咱周围的人，人跟人之间啊，今天哪里啊，这个下一代啊，那个道德水平怎么样？啊，我讲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啊！你讲断刀啊！啊，无法你差啦！兄弟姊妹，你是活伫这个教会的这个社区的内面，所以感觉大家人计好势。但是你去外面，你行去外口，你看见一股的青年人的迄个道德啊，一代啊不如一代。会赞成不？你看一股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感情啊，没有像以前那么怎么样？那么亲密有没有？现在啊，连出边行上哪里，这几十年也唔知呀，有可能不？所以你讲明天会更好吗？所以咧，
我感觉无一定。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看到哈，明天会更好，那只是给我们一个理想的，咱讲是迄个理想的角度。明天会更好吗？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心中盼望明天会更好。但是呢，不一定，现实就不一定。所以今仔早起咧，你看到我伫这个经文里面，诗篇133来三十三篇里面，和你感觉有这个远远的明天会更好的那个 picture。所以今仔早起，我要爱家你来分享明天。会更好，怎么样为明天会更好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弟兄要和睦同居，明天要会更好，弟兄要和睦同居。哎，我这句来请问一下你姊妹啊，在你的生活中，在你这句的生活的环境的里面，你是活到这个完全和睦的环境里面吧？啊，你家想看吗？是啊，是不是啊？你是完全活在这个真正和睦的这个环境里面吧？我讲完，你若是够诚实哦，啊，不是啊。所以呢，用另外一句话来问哈，讲就是你的边头啊，啊，然后就是用反面来看啊，在你身边啊，你有没有一些你不喜欢的朋友？有没有你不喜欢的亲戚？有没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呢？啊，再退一步来讲好不好？这句话就很少人敢问了。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不太喜欢看到的人呢？啊，有人说传道啊，好多啊，算不过来了，是不是？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的活在一个不和睦的一个氛围的里面。有一个作家，他叫做 John Donne， 他写过一本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来比我这个几句话呀，说一共 No man is an island， 意思是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我们是活在一个人的一个社区的里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没需要别人啊，只有你一个人啊。啊，这个人就是在哪里啊？就在深山老林里面，对不对？没有一个 No man is an island。所以我想一想，这个位呢，看我，看我爱改改小块条件去。没有一个人是孤岛，但是呢，反过来看一看，其实呢，每一个人又是一座孤岛。啊，对不对啊？每一个人又是一个孤岛。每一个人，你是这个一个岛。我又是一个岛，伊又是一个岛，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岛屿。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岛与岛之间，你要怎样在那个所在底下来处理、看待那个感情、看待那个关系？在这个有人讲啊，人的本性，你跟我的本性啊，都喜欢在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就要建立起、树立起一座的墙啊。你跟我的本性啊，就是在人跟人中间啊，喜欢在那里筑墙啊。啊，今哪里讲唔对的话，怎样刻一个针？啊，那明哪里甲伊讲无合适的话，再刻一个。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人跟人之间就喜欢，或者是会本性就会无形的把那道墙把它竖起来。但是今哪里唔是筑墙？你感觉今哪里需要伫这个所在爱人个爱人，人跟人中间需要怎样？需要占有伫迄个所在 build bridge， 占有伫迄个所在建立桥梁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一句哦，有一挂人，大家人也爱呀。有一挂人，你来到迄个所在怎样啊？无人爱甲伊讲话。所以这个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好跟坏，那伫这个所在体现出来。所以伫这个所在诗篇，我们啊读啊所读的诗篇133篇，代表王伫这个所在工作一样真正重要的重点。他说：“看呐、啊。”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所以在这个所在，代表王在那个所在，在那个所公告就是，人跟人之间呢，不是要筑墙，
人与人之间的需要，在那个所在 build a bridge， 你怎样在那个所在搞有好的关系，在那个所在。我相信啊，在这个诗篇33篇啊，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写到是讲到当时啊，真多啊以色列人散居在以色列的国家里面，一年三拜，一年三拜，要去耶路撒冷去朝拜去敬拜他的神。所以呢，在那个罗丁呢，会拄到某咪人，哎，你也是去最近去敬拜上帝。高霞会去拄到伊，会去拄到伊，所以呢，在那个路程上面呢，看到这些兄弟姊妹在那个所在，三个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彼此帮助。所以在这个所在，有可能在彼王一句看到这个情形呢，所以看到这个真水的图画。他就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亚利姐妹，你该想看麦，这个大卫王，他一生什么好的东西没见过？我相信，他一生什么好吃的米浆没吃到啊？只有弟兄和睦同居，在他的眼中才是最美又最善的。亚利姐妹，你还记得不？大卫王大卫为什么要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呢？你记得吗？他的人生经历吗？你还记得吗？他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吗？在这个时候，在人看到在大卫王幼年的时候，在他的家里怎么样？他的爸爸怎么样？不太喜欢他呢。哥哥呢？每一个都很好，都安排得很好，只有他去哪里？去放羊。我们说这个就叫做没有前途的，继续放羊。在他的家里，阿兄对伊未真好势啊。阿兄逐摆无予伊面色好个面色看啦，对不？来，继续看，到他已经有出名的时候，好。到了扫罗的旁边，好不容易到了扫罗旁边，给他怎么样服侍扫罗？所以呢，扫罗在那豌豆位啊，所以呢，推起那个枪来，怎么样要杀他？所以呢，大卫王在真长的战争里面，怎么样在逃脱大卫的追杀？再往后面的时间，有了孩子了，我们可以说到他快晚年的时候，这样啊。也敢也杀龙，怎样？别注意，别睇伊，别杀伊啊！所以你看到无？在这个人的心中啊，在这个人的心中啊，你看到过怎样？经历了太多的伤害，有没有？所以我讲这个大卫王啊，经历过太多的伤害之后呢，才会对和睦的向往。这个人哦，没有经过生病，你唔知呀，健康对你个关多重要，对不？这个人如果没有失去过自由，你永远唔知呀，自由是偌么重要。这个人呢，没有经历过伤害，永远都体会不到和睦的重要。所以你看到在大卫的一生里面经历过太多太多的伤害，所以他的心中向往的就是那一份的和睦。所以你看到这个景形，看到这个 picture 的时候，心中有感而发，有感而发出来的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兄弟姐妹，所以让人看到在这个所在，大卫对这个和睦同居的向往。小说老弟他说他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再加上何等的美。其实啊，在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艺术里面啊，这个善跟美哦，是用在这个圣歌团里面。
啊，人会听，人会恩典，伊就知影了。这个圣歌团里面，圣歌团里面有怎样啊？有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对不对？哦，但是怎样啊？怎样的水啊？不是，乃是这个圣歌团每一个部分要唱出和谐的曲调。啊，你讲啊，男高音说我的本性就是唱高音，怎么样？我要唱更高，我唱更高，怎么样？那个圣歌团就因为男高音卡突出，怎么样就不美了？啊，你听到我的意思不？啊，比如讲啊，那一个女低音啊，女低音讲我无爱啊，伊跟那唱花大声，我有野水声，我爱唱大声，所以加了较大声出来怎样？整个场面怎么样？啊，就无水了。你有赞成不？啊，你听到我的意思不？所以咧，一个圣歌团怎样底下来的水啊？水吸吸一部分的人，比出三河道，比出三。联合在一起，叫做和谐。那个声音发出来才叫做和谐。所以原来这个水是这个圣歌团里面的安尼的水啦。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人也是撒旦啊！啊，唔是讲，哎，我今仔日伊敢那会做，伊敢那会做 presider， 我敢那袂做啊！哎，敢那伊安尼啊！哎呀，敢那伊安尼安尼安尼，敢那我袂做哩啦，所以啦，安尼吼袂和谐啦。啊，你退了，哦，所以伫这个所在，看到兄弟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有何等的美。所以兄弟姊妹嘅三角彼此伫迄个所在，看和睦同居是真正水，是和大卫呢十分向往的一个场景。有一摆啊，有一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看到这个家庭啊，这个家庭怎样真和谐啊？这个翁啊也听某的嘴，啊无有人讲不是啊，是某听我嘴啊。所以咧，这个人就问这个人啊，这个也和谐的这个家庭，你家庭敢那发那和谐啊？你有啥物秘诀不 ？OK。啊，他说：“我看到你的家庭这么和谐，我就很羡慕。你到底有什么秘诀，让你的家庭化和谐啊？”囡啊，阿婆啊，加囡啊，爸母加囡啊，拢总也和谐。所以这个人想了想，啊，无什么秘诀啦。阿公，我出来只有一件事情啦，是什么代志啊？伊讲我出来哦，那有一件代志啦，无和谐的时哦，大家人会习惯的讲啊。哎，养成一种习惯的说是都啊，这个习惯唔对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习惯唔对，翁讲啊，对不起，这个习惯唔对，所以看秋讲啊，对不起对不起，习惯唔对啊。另外一件代志发生，哎，囡仔讲爸爸妈妈对不起，习惯唔对。伊讲这个只有一件事情，人讲出来人会晓讲习惯唔对啦，啊，无其他秘诀啦，只有这个啦。所以呢，啊，想一想也对啊。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知道说是我的不对，那个家庭才是和谐的开始。啊，你听到那个意思吧？大家人会晓讲是我的不对，那个才是对的开始。啊，你听到那个意思不？啊，大家人会晓自己的不对，那个才是对的开始啦。你若提出来，大家人讲是，迄个是伊的唔对，迄个是伊唔对。你看伊又怎样怎样，啊，今哪里又怎样怎样？你若夹歹了几百人啊，迄个家庭啊，怎样？迄个家庭暂时不会和睦，你会赞成不？阿弟姊妹，啊，你的家庭内面唔怎样啊？所以伫这个所在鼓励你啊。人需要有这个，人恩望有这个和谐的家庭，我们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在家里面说习惯不对，你会赞成不？你试看嘛，你若在家庭里面讲一项代志不对时，是讲我不对时，那个气氛马上就不一样起来。三是，在上帝的家庭里面。
也是撒旦。好不好？兄弟姐妹，求主来帮助人。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以上帝的主兵宽勉你，要竭力保守什么合二为一的心，要竭力，要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无必你，我讲这个时代不是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在上帝的家庭里面，我们需要竭力保守那个合二为一的心。我给你看这个图片好不好？这个图片是讲到锁跟钥匙的故事。我相信你已经听过，听到几摆了。有一摆啊，这个锁啊，看到这个无欢喜啊，啊，看到这个锁吼，看到锁匙啊，打摆呢，打摆啊，这个锁吼，打摆伫出来诶，底下来默默无闻的那个所在的守着他的家，然后呢，他呢？看到呢，那个钥匙的打败呢，我当带主人去外面去参观游旅游世界，然后主天天可以跟在主人旁边吃香的喝辣啊，不，钥匙不会吃香喝辣，然后呢，天天跟着主人一起，然后心里就埋怨，这个锁啊，怎么这么懒呢、啊？为什么他天天可以在家里，我天天到外面去绿吹风吹日晒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豌豆这个锁、啊、当开始埋怨的时候呢，那个钥匙呢，那个钥匙、也在那里埋怨了、啊、那个钥匙他说这个我天天去外面陪着主人去怎么去外面、各种应付各种的场合，但是呢这个锁呢天天待在家里，这个你看到、啊、他那么懒惰，我呢这样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好像心里过不去，为什么他那样我这样，所以呢就有一天就想到心里不平衡啊，心里不平衡怎么样，然后就开始闹罢工，然后有一天呢一个给逼起来啊，逼起来是这样，没被好阻拦在呀，所以呢主人去外面追事情追了多个出来，哎，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怎么办，进不去了，然后呢又有急事啊，这肚子又饿怎么办啊，所以一气之下他就把锁就把它敲掉，就怎么了，叮叮就把它锁的就把它拔掉，把它拆掉，就扔到垃圾桶里面进去，然后呢主人进到房间里面，哎，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那钥匙怎么在这里啊？锁都拆了，钥匙还有了，这什么用？就一起怎么样？叮叮，也一起扔到垃圾桶里面。所以那锁跟钥匙就在垃圾桶碰面了。所以那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怎么样？两眼泪汪汪也来不及了。所以后面哀叹说，你有你的岗位，我有我的角色，我们不需要互相抱怨。亲爱弟兄姊妹，你有你的角色，我有我的岗位，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缺点，好不好？我真害怕有一天如果被神扔在垃圾桶啊，我真的很害怕那一天。做一步叫做帮助人，无免为着小块的代志斤斤计较，免为着伊敢那安尼，我敢那安尼，伫迄个所在彼此三埋怨。咱伫上帝的家庭内面，彼此和睦。Amen。明天怎么样会更好呢？弟兄，要和睦同居。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明天怎么样会更美好呢？一定要有神赐，神要给我们赐命定的福。上帝
给人命定的福。在刷下去的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我知道你知道了，会不行了，那个所在讲到两个比喻，头一个比喻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亚伦在那个所在被高抹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膏油呢从头这个从头浇下去呢，就流到胡须，然后又流到衣襟，所以呢全身满了这个膏油的味道。亲爱的姊妹，你知道这个膏油圣经讲到什么？是极重的极贵重的膏油啊，这个膏油是在那个当时是极少见的，是十分珍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地呢产量是非常少的。当要膏立亚伦的时候，不要小气啊！我高一点点呢、啊，流到胡须了，把它弄下来，因为很贵啊，不要流掉，不要糟蹋掉，好不好？啊，没有，浇下去，从头流到胡须，再流到衣襟，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你这个所在，弟兄和睦同居，不要小气，好不好？弟兄和睦同居呢，不是一点点的膏油而已呢，这个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在那个所在，大大的在那个所在底下来祝福。在那个所在，从头流到胡须，再流到衣襟，在这个所在看到这个真正充满上帝祝福的那个真水的环境。第二个比喻也是撒旦，他说就像什么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你知道黑门在哪里吗？是以色列北部最高的一座山，是9000英尺的山。然后呢那个锡安山是呢犹太南部的一个山，只有1000尺。所以呢黑门山到锡安山呢中间经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呢经过加利利，再经过约旦河，再流到死海的里面。所以看到呢这个黑门的甘露呢然后呢因为呢气候，对不对？气候的变化呢，然后呢凝固，然后就又化为锡安山的甘露。你知道不？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干旱的所在啊，咱中间有谁去去过以色列啊？咱个面子去过以色列，那个所在也大所了，不是大地落后了。所以你这个所在这个甘露呢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以色列所在怎样啊？那个农作物非常发达，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就是因为这个甘露啊，这个甘露呢从黑门上几千尺上面呢，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飘，然后呢经历过上帝的中间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反应，然后呢到了锡安山，在那里呢可以成为农作物，浇灌农作物。然后呢你打败去哦，以色列呢它的橄榄啊，它的葡萄，它的农业很发达的，所以呢那个所在的滋润，所以养活多少呢在南部这个所在的人。所以在这个所在人看到说上帝的祝福怎样啊？丰丰富富，上帝的供应丰丰富富。我们短简短一点，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有三次，我也爱英文里面有说到三次的流道，英文叫做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头一次是什么啊？他说从头上呢流到胡须 coming down， 然后又流到衣襟 coming down，然后黑门的甘露呢又降到锡安山。其实呢本来的意思里面应该是 coming down， 如果你问怎么会 coming down， 一定有一个源头，对不对？从哪里来的呢？像亚利基本就堕落来呢，这个赐福的源头一定是从人的上帝下来。亚利基本，如果弟兄和睦同居，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丰丰富富的加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再回头看看这个经文里面，我不知道大卫会不会问，他没有告诉我们和睦同居为什么和睦同居啊，反一面为什么不和睦啊？
兄弟姊妹，我讲啊，人甲人不和睦同居的理由有千千万万种，你也赞成不？人甲人无好斗，迄个原因甲理由有千万款啊。但是我讲一项，人甲人可以和睦的理由只有一款。撒卡最自爱来祈求上帝，阿门。愿上帝祝福人。如果我们可以和睦同居，那个站在我们当中的那个福气，超过我们人能力所可以做到的，好不好？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个。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这个故事非常特别，在1914年，这是头一摆世界第一次的世界大战。1914年是英国跟德国开始打仗，那个是第一次世界级的大战，英国跟德国开始打仗。谁跟谁两边都说不服谁啊，两边实力都差不多，谁也打不赢谁啊。一摆啊，将近打了4个月，从8月份开始打，一直打了4个月打不停。两边的实力怎么样？都差不多，没有谁可以把赶快把它解决掉。然后呢，这个战争一直打到12月份，从8月份就打，就像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不知道谁输谁赢，然后一直打，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放下面子。有时候冲突可能就是因为一点的面子跟一些的过不去，不行，我就是要打，不撤兵。打到12月份，你知道两边的死亡人数都超过100万，狼死去100万人啊，一个啊，弥赛亚叫格拉比，是不是？然后呢，其实啊，打仗两边都打累了。到了有一天12月份啊，你知道那个欧洲那个冷得不得了了。啊，打到12月份呢、啊，到了有一天，哎，怎么外面发现外面的枪声好像停了一阵？哎，没有枪音，哒哒哒哒哒，没有枪支的声音了、啊。然后停了好一阵，啊，注意在听，有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枪支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士兵，谁愿意打仗？你说，那天晚上是12月24号了，天气冷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是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啊？12月24号是做什么的时候啊？在家里跟孩子们一起怎么样庆祝平安夜啦？说那个有一个士兵开始，他就谁愿意打仗呢？就想着要回家。我家里也有父母，我家里也有孩子，谁愿意来到这里送命啊？所以呢，就心里有感而发，就自己哼了。平安夜。就这么一唱不得了，不唱还好，一唱怎么样？旁边的人听到了也跟着唱，大家就叫然后呢，慢慢的大家就唱起来了，慢慢的士兵就唱起来了，所以呢，那边德国人听到用英文唱 Silent， 德文又开始唱平安夜，又唱起来了。那那边唱起来，那后面呢？你会发现在那个几个小时里面呢，发现对方也没有枪支，这边也没有枪支，然后大家都在唱平安夜。今天本该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耶稣给我们和平的日子，所以呢，突然间呢，就这边呢，突然间有一个人就站起来，没有人敢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死才怪。然后突然间就一个人就站起来，大家就起来，放下枪支。然后大家就走出来，原来在那个平原，对不对？对面的中间走出来，前面没有人开枪，所以呢，大家就慢慢走出来，全部两边的人走出来，当场两边的士兵将近有十
十万多的士兵全部放下武器。原来那个 打枪就讲的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那个走出来彼此握手彼此拥抱，后面听说还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大家都知道新神议会今天是平安夜，你也有父母，我也有家人，我们不爱打仗，所以那个晚上是全世界历史上最特殊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停战，不要签协议的停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让你跟我活在一个平安的世界里，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帮助你走出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冷战。但愿上帝赐福给你，但愿上帝使用你成为人群当中的那个和睦的发起者，好不好？我们最后呢，我想说一句，我们可能改变不了世界，我们改变不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改变不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总统的选举的结果，但是你跟我可以做的是什么？从我们身边开始，好不好？成为那个和睦的发起者，成为那个和睦的开创者。但愿上帝使用你将这个和好和睦的信息带到你的家庭的里面，带到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再到我们的社区的里面。我相信上帝一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你相信吗？我们试一试好不好？成为你家庭教会的和睦的开创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活堂在我们的社区的来宾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见证，把人可以从混乱不堪的一个处境的里面可以带进到一个和睦祥和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愿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姐妹可以成为那个和睦的代言人。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阿们。今天是这个你的头一个主日，我们平时会在这个所在举行圣餐来纪念主耶稣所为人所行的一切。所以如果你已经在正统的福音教会里面受过洗，我鼓励你今天早起感恩这几个地方来领受圣餐。但是如果你也没水呢，暂时观礼好不好？圣餐是外在的一种仪式，却是内在的信仰宣告。常常提醒自己，主耶稣基督竟然为咱死，咱需要为伊来活。做一步，请下的几位，我们一起默默的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请同工来帮忙一下。下的几位，好。让几个沙嘎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沙嘎重诵《使徒信经》。来，一二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的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个三个站在你的面前，默默来思想我们自己，回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得罪人，得罪神。今天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圣洁，合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我们请坐。主耶稣比伯的那个阿弥推起饼来，坐下来，就把回宫。这个是我的心，为你下的福音运动，安尼行，为的是纪念我，阿撒达来探我。本奥要叫用推起杯来救下了黄红红多公，这个杯是我用会所里的人信用，令每一百年的时阵，为的是纪念我，但三个来受。主啊，我每一百年这个所在拜饼聚会。我们，你为我们生命中所行的一切，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活出荣神义人的生活，让你的名记着荣耀。感谢你听我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真感谢咱的主耶稣，因为对咱的疼是真正诚实，永远袂改变。咱来三合唱咱落尾的歌，咱的回应是宝贵十字架。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极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教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
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我感谢你，每一礼拜我有法通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借着你的圣经的话语来扬起我属灵生命的需要。感谢你，我为着徛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来在我的生命中来属应我，在我的家庭中，在我的社区中间，我能请做和睦的开创者。感谢你听我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听堂、圣灵的感动，上加的真人撒加的嘞，对达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我再给兄弟姊妹请坐。